觉得很可爱。哦，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，我给拿不卖钱，不给卖钱。我的儿子长相五官端正，神似赵又廷，不能陪你三生三世。事业稳定成长，又刚买房，一卡皮箱就可入住。未来的婆婆欢迎你。我们跟我回家 ，take a break， 休息一下。我也没有什么不好的习惯，但没有你我真不习惯。加油！爱的鼓励哦，爱的鼓励哦，我冲起！不要偷用鼻头去顶哦。稍微要，你都有稍微鼻头。这个叫大时代女性，人家问她试婚 OK 啊，一定要试婚，很大方的。我觉得，因为我觉得两个人相处一定要先同居住在一起看看，只要在一起可以了解对方的生活习惯。全男生你都喜欢哪一类？对，我喜欢就是温柔体贴，然后有幽默感，幽默感重要。对，然后好聊天，一定要孝顺，因为我跟我家里的关系蛮好的，对，就是很喜欢跟爸爸妈妈相处。每次他讲的条件都是针对我而来，完全是冲着你来，完全是因为。幽默感 OK 嘛，你觉得孝顺那没话讲。那身高能聊天嘛？然后我要不拘小节。然后我喜欢笑容灿烂的。灿烂。脾气要好。脾气要好。眉毛灵活。宪哥脾气还不好。没脾气，我是脾气最好的。对呀，对呀。然后有正义感，身材对有正义感，然后精壮身材，然后恭喜淘汰，国家。而且一定最近有精壮了。我喜欢男生会撒娇。哎呦，你受得了他对你说，雨乔，我们一起学猫叫，喵喵喵喵喵，在你面前撒个娇，喵喵喵喵喵喵，可以啊，你受得了，这可以，这可以，我就觉得很可爱啊，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很这个突然哦，我给你拿不卖钱，不给你卖钱了，但是。宪哥，警察叫警察！警察叫警察！现在要流行要穿不穿的，等一下就是要相亲了嘛，好不好？对，像我今天特别穿了红色来耶。你今天对票喜气洋洋，你认为你结不了婚的原因，如此正妹还结不了婚，怎么可能？我觉得因为依我的工作很难认识人，怎么会？你的工作那么好认识人？这工作才不是人吗？因为我觉得，因为大家都很忙碌，来来去去的很快，没有办法真的很深入的了解彼此。北洞口。先听来北洞口，我们先请介绍开始。我的儿子长相五官端正，神似赵又廷，不能陪你三生三世，但很专情，至少陪你一生一世。对女朋友好，脾气好，吵架一定让你赢，而且啊，事业稳定成长，又刚买房，万事俱备，只欠女主人。一卡皮箱就可入住，欢迎加入我们一家人。这是最适合的，不用担心了。未来的婆婆欢迎你。神似赵又廷，对啊，赵又廷很帅哎。但可是妈妈讲话要相信吗？妈妈讲话都比较不客观呢。对，神似赵又廷还蛮很吸引我的。对，然后我觉得婆婆蛮可爱，她说她脾气好，因为。我承认我有的时候会有点任性，会任性，对，因为就是有时候脾气可能会有点上来，然后我需要男生可以包容我，哄你要哄一下，对，所以我觉得脾气好蛮重要。女生在生气的时候，然后这边气了半死，然后突然间冲过去，用嘴巴封住她的唇，不要怨我，我觉得可以。你喜欢那种把你扑倒那一种，对不对？我觉得扑倒是拥抱，而不是直接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就是我喜欢那种有点霸道的温柔。哎呦，霸道总裁，霸道的温柔，北洞出场。跟我回家 ，take a break， 休息。
伤立刻。很多年前的广告。如果说长得像方寸吉，那我们我不是赵，他讲错了，是方寸吉吧？刘刘圈圈，我是赵伟霆了。而且刚刚雨乔偷偷的骂你，他说你是方寸吉吧？吉吧，他刚刚但是立冬，但是。摊开那个他要的条件，我是好像都还蛮符合，哪里？哪里？除了赵又廷，赵又廷是有点夸张，但是因为我妈就觉得我真的像，既稳定、孝顺、幽默，有啦有啦，然后又会哄人，精壮，我跟你讲哈，从你的就没有来以后。就已经是一个闹剧。精壮其实我也有，一个男生精不精壮？伏地挺身20个预备。等一下，预备一个女生哦，一个男生精不精壮看手臂就知道。好，真的吗？你看，你看又在搞这些，不是说不搞了吗？不搞笑，我还在搞。我会想你，你都几岁了？而且我跟你讲啊，我这个人选哦，你如果喜欢我越来越久啊，哎，你就会越来越爱我。为什么？我是北动的代表。为什么？然后呢？爱你越久，我越北动。怎么啦？我跟你讲，所以你今天要用你最大的诚意，好不好？雨乔，我知道你的条件非常好，可是为什么你会单身？第一就是太多男生会知难而退，因为觉得配不上你嘛。但我觉得呢，感情就是这样，要慢慢的、长久的相处下去，就会越来越认识你，然后知道两个人彼此是互补的。然后呢，我也没有什么不好的习惯，但没有你，我真不习惯。你自己受不了，你忍不住就得，你忍不住，因为后面给他小撩一下，小撩互动一下，然后有真的要互动吗？有啊，对对对，然后看雨乔内心里面的一个选择，好吧，来，红鹤灼灼爱，立冬，我们准备这个是怕你没有他你会不习惯，真的，对，没有健康步道你会不习惯，你袜子要脱掉吗？来吧，一鼓脑啊，我的鹤的头鼓起来，哦哦哦。不行，真的不行，这太痛，而且一次比一次痛。你可以吗？哎，放弃了，立冬，放弃好了，放弃好了，加油，加油，立冬，加油，爱的鼓励哦，爱的鼓励哦，加油，你走不过去了 ，hold 住 ，hold 住，加油，你可以的，加油，哎，一股脑冲起。你的鹤头本来就站起来的，一直是，对，他又不是站立，重击重击，你只能用鹤头哦，鹤头大点，这样也高兴，掉一个，好，掉一个，掉一个，头大点，加油，干什么干什么？色情狂，色情狂，哎，脚不要出去哈，不要，哎呦，鹤头不要用鹤头，鹤头，哎呦，哎。平常心讲还蛮好玩的，快了快了快了，好，胸口剩下一个，胸口那一个就可以了，勾掉勾掉勾掉啊！哦哎哎哎哎哎，不要偷用鼻头去顶啊！哎，稍微要哎，立冬有稍微回到了，你有回到哦，耳朵也可以回流哦，哎，鼻头要回流，立冬有在感受哦，他有在感受，不要在那闻哦，不要在那闻。不要再偷偷跑进了啦，不会痛，不会痛。好，时间到。你看，都没有完成，应该又要轮到我了，真的。行了行了，这个多谢。雨乔，你的笑容呢？从此笑容远离雨乔，暂时就先不要，好吧？先不要，谢谢立冬，谢谢。